今天的波导台湾威，一起来看看老师要教我们什么触鼻的台湾威。欢迎大家到底来学台湾威。今天的艺术是弹道，艺术是放学道、环道。咱来看地库，这支衫仔家己藏弹道，过来是俗语，也要好。也要含钱生坦道，要好是希望一个好人好物件的意思。生坦道是讲身家真高，规头壳满满是，修行真好的意思。规个意思是咧讲人的心理，迄款好要搁较好，唔但即位好，别位嘛要得到好处。即句话用来形容人的欲望无穷。